哇，没有想到这山里面的太阳巨晒，巨晒无比。这个是蔚山无敌他们住的 George， 比我们的房子好像 size 小一点点。叔叔，哎，你的钓鱼竿弄好啦？对。然后我可以试试钓鱼吗？没有。无敌现在，你孩子王呀你？已经是那种奶爸的气质了。嗯，就是这个 size 有点大，1.9米的奶爸。呵呵的，妈妈那 ，no fishing。这个地方在我们冬天常来滑雪的那个大熊湖附近，叫做箭头湖，也是非常漂亮、非常著名的一个度假中心。它在高山上的一个湖泊，跟我们上次去的那个红杉树国家公园的那个湖泊有点像，不过这里真的比那里配套更丰富，环境更优美，景色更漂亮。Max 不小心把这个兜鱼的网子弄到水里去 了。现在无敌正在用他的钓鱼技术。中鱼了！哦，他真的咬上了！我们本来是想用这个钓鱼的鱼竿把这个兜网子给钓上来的，结果一个鱼直接就吃钩了。哎，但是没有那个钩又钩不上来哈。不能钓鱼就要这样。对，钩已经没了。不要了，不能拿了。
个里面椰子。红薯，红薯，年纪大了都开始喝酒了，平常都是喝饮料，现在我们都是来点点酒吧。哎，亲爱的，我们住的这个小木屋你觉得怎么样？适合我们两个人住。海豹蜥蜴跳真是出来，血小板可以帮人类制服伤口。怎么懂这么多啊？对啊。你要不要去看爸爸钓鱼？他说，那个红蚂蚁有毒的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书看到的。我去看看卢卡斯钓鱼钓怎么样。无敌叔叔在卢卡斯心目中种下了一颗爱钓鱼的种子。卢卡斯已经对这个鱼竿爱不释手了。回到营地之后，立即就奔向这个小水塘去钓鱼去了，然后不停地回来拿面包。他们用面包做饵。我本来在编辑视频。在那个房间里，妈妈说你是不是要去拍一下你儿子钓鱼的画面呀、啊？将来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。我说对哦，我去看一下。最后一房都是钓鱼。啊，你已经知道有条近路了，是不是啊？小脚丫弄得像泥巴腿子一样。啊，这个是 George。怎么样？战果如何？战果如何？战果不如何。钓到了吗？战果它不咬啊，很小，咪咪鱼啊。啊，咪咪鱼啊。我们现在正在改装钓。爸爸。啊。我的那个有人过来拿我的迷你钻了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看看他们这个房间有多大。你们房间跟我房间一样大的。一样大的。一模一样大。进来了。没有没有，不用进。我想进。一模一样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是吧？一模一样大，对吧？对呀，是不是、啊、装备都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你们那上面有糖？哎，你知道他们有的人的那个屋外的风景特别好，对着山谷。我们刚才看了，下次要订那样。他手机的订不到。能指定吗？不可以。哦，他那个真的很漂亮，对着外面的那个峡谷。下次不带孩子自己来的时候订。在那个悬崖那边。对对对对。不给订。灯怎么了？走，好吗？回家。我看看哥哥怎么钓鱼的。看，爸爸是过来拍碗的。你裤子在看，看。给你。你们这个。小心一点，妹妹。嗯。卢卡斯，你懂得什么时候拉杆吗？对，那边动了，就是那个鱼已经咬住，它想逃走，然后你就直接蹦。还有一二八。还有一二。现在也没有吧？啊？已经被吃了吗？对。Lucas， 钓到了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去拿你的小盒子。Lucas 啊，恭喜你啊 ，Lucas 啊！啊，你可以要拿给他妈妈看了，拿给先拿给微山阿姨看，然后拿给妈妈看。微山阿姨，阿姨，阿姨。阿姨应该去我们那里了，走，我们回去。好。Lucas 啊。好。钓鱼好玩吗？好玩。喜欢钓鱼啊，原来。嗯。爸爸小时候都没机会钓鱼，也不喜欢钓鱼。为什么？啊，你看那个东西倒了，是我们的。没关系。你把它扶起来。我来扶。
你下去宣布你胜利的战果吧。给你妈看看，掉到了，掉到了，哇塞，你好厉害！给你妈看看，真正的吗？我真正的，真的。你叔叔掉了一下午都没，放在我手上，行，真正的吗？先给你妈妈看看，给你奶奶看看。有水吗？快点，拿七个。来来来来，看看你儿子的战果。给妈妈看看。我觉得他好痛苦呀，快点给他一点水，快点给他点水。像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小时候尝试钓鱼的时候，我爸爸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说这个事情等于是太浪费时间了，太不应当是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和爱好。后来当我喜欢上打篮球的时候，我爸就没办法阻止我了，所以我培养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篮球。那 Lucas 现在他想做任何这方面的兴趣爱好，我都不会阻拦他。我觉得我有办法。你别动了，等一会儿无敌叔叔来处理一下，好吧？你有啥办法？直接吧。啊 ，no， 我觉得你不要弄了，好吗？你让无敌叔叔来处理吧，你别把他的嘴撕破了。What if she told you that she still likes you and she wants you? 拿不中，我们就把它放了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继续把镜头放了。我们找妈妈可爱，走前面带路。哇 ，Let's go, Mike。那别的地方可以没关系，走，可以穿过去。OK, let's go. 谁来的？我们谁要来的？你。为什么不是你来？我不来。好，陆汉子，你叫着你来倒吧。在哪儿？你可以到下面就可以了。OK, 跟他说拜拜。拜姨。啊，你忘了给他取个名字了，应该给他起个。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爱转圈，那可爱给他讲，我要给他起个妈妈 love， 那就 goodbye love， goodbye love， let's go back， 我要去拍月亮，月亮好大，你们知道今天的月亮有多大吗？不知道，大的太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月亮，那个是灯是吧？被树挡着了，你站在路上面看，大的简直像，那为什么这边的月亮是大些了？纬度吧，经纬度吧。是中国。我换个镜头去拍月亮去。结束了为期两晚的箭头湖小木屋之旅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下午回去紧接着就到公司见我们 CEO， 去讨论一下我们带团队以及做更多的 transaction 的事情。拜拜。